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大海。我现在才起来，我每天呢就睡在这个位置，宋姐睡在别的房间，我睡在这个屋里，沙发上。大家看一下现在几点啊？现在是7:40。我现在去啊，我花3000块钱买那个房子，一会儿8点钟师傅准时到，今天还得继续焊大门。我现在穿衣服就走了，饭今天也不能吃了。这是我的衣服。我到地方了，刚把这个后备箱打开，现在下车。哎呀，师傅都来了，来了师傅。我说你来了，我说8点钟也准时。这是电焊条、电焊机。全部给拿下来。昨天呢，我又借了一个电钻，这个盒里是电钻，一会用它在墙上装个眼儿。这个是铁锹，这个是我每天打包邮货的箱子。现在先那个下去哈。刚才啊，把这个大门给拆下来了。因为这个大门呢，之前焊的时候呢，它这个框啊，不知道是这个墙它有点走形，有点瓢了，犄扭。完了，然后安上以后呢，就发现这个大门呢，它是一个瓢的。完了，没有招了，把这个大门再给它切折它。完了，按它这个走形的墙，完了把这大门焊上。刚拆完。我现在去接一个电工，让他过来啊，帮我把这屋里的电线呢、开关啊给接一下，因为他这个电线开关挺主要的，这个东西我是不会接。我到地方了，现在刚下车。张叔，是这个线吗？对。我就拿这个线，这是给我准备的。这不给你妈装了个表子吗？不是，你不到那块给我接个灯吗？接灯这是上房啊？不上房，屋里。不是给你妈接那个表的那个线的。我知道，我说你现在去给我接个灯。啊。拿着螺丝刀子、钳子啥的哈。今天出门见喜啊，有结婚的。看那结婚的车挂了大红花，多好。这个灯头就接在这个位置。完了之后呢，这个开关就放在门的边上，一进屋一摁它就行。行啊，平了，等我下一点。行，这回平了。好，是不是得画个印儿啊？不用画。这屋的灯已经接完了，下一步就剩刷墙了。这个门呢已经焊完了，这个屋里的门，剩下就是等明天我呢给他那个用那个保温板给他镶上，往外面再拿铁皮给他钉上，再拿那个拉铆枪给他拉上就好了。这个门现在基本就完工了。一会儿还得干一个活啊，就是把这个位置啊再焊出一个拉子出来，拿电钻转去，拿螺丝给带上。完了，这个里面呢，再焊一个，上面焊一个，下面焊一个，四个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正在焊外面那个大门。外面那个大门呢，准备做2米高。现在开始把这个铁的料啊，给它下一下，给它切开。
差点说你明白。给它先拧上，拧上了以后呢，再拿电焊这么一焊。这个大门已经立起来了，开始加固。看看里面那个门焊的怎么样。焊的是相当结实。这个是十块钱一个。我为啥焊一个这个东西呢？因为最后啊，这门外面得有个把手嘛，它这两个吧太近了，焊了一个这个位置，焊到外面点它好开。外表将来给它整好就好了。我明天先把墙刷上，把这油漆刷上，完了后天呢，我买的材料，它收到了以后呢，我收到以后呢，再把这个门安上。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。我俩已经回家了，宋姐啊，把这饭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我这位朋友这一天呢也辛苦了，帮我干了好几天的活了。看看宋姐做的啥啊，说那叫什么拌面，完了用这个是菠菜和麻酱拌的，这个呢是松子儿，这是鸡拌的柿子，这是宋姐腌的咸菜，这个是鸡肉炖土豆，还有花生米，这是啤酒，来干一个。这土豆真好吃哈，这个季节的土豆啊最香。